将军。将军？怎么讲呀？吃。不玩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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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玩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没意思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你说你的马可以走木字，因为是千里马。对啊，我认了。你说你的兵可以后退，因为是特种兵，我也认了。你说你的车不光可以走直线，还可以拐弯，还说什么车哪有不拐弯的，我也认了。你说你的象可以过河，因为是小飞象，我认了。你说你的炮可以不用格子打，想打谁打谁，因为是高射炮，我也认了。但是你用我的士吃我的酱，还说这是多年来培养的卧底，我就忍不了了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哎。